如何给妈妈做头部按摩？小丽的妈妈经常会头疼，母亲节快到了，小丽决定给妈妈做个头部按摩。广大有孝心的子女们，快来跟几分钟网一起学习头部按摩的方法吧。你将需要一颗孝心，一双手。小提示，按摩前洗净双手，一定等待双手温暖后才可为对方按摩，冰凉的双手会让对方不适。第一步，开天目，印堂穴位于两眉之间，用大拇指指面按于印堂穴皮肤，以前臂带动手指，自下而上，双手交替做，一共20次，注意力量轻柔，以前额皮肤不变红为度。第二步，推前额，用大拇指指面按于前额正中皮肤，以指根带动指尖，两手分别向左右两旁按摩开去，至眉梢处再推回前额中央，注意力量不宜过大。第三步，点按攒竹穴、鱼腰穴及太阳穴。攒竹穴位于眉毛内侧端，鱼腰穴位于瞳孔直上的眉毛中，太阳穴位于眉梢与外眼角之间向后约一横指的凹陷处，双手拇指指端持续用力作用于这三个穴，持续时间为数秒或半分钟。如头痛、头晕、昏迷不清可适当用力，如失眠则不宜用力，应以轻柔为主。第四步，点按四白穴及迎香穴。四白穴位于瞳孔直下正对鼻翼处，迎香穴位于鼻翼旁凹陷处，双手大拇指持续用力作用于这两个穴道，持续时间为数秒或者半分钟。如眼痛眼涩可重按四白穴，如鼻塞流涕可重按迎香穴。第五步，摩掌运目，两掌互相摩擦，搓热后将两手掌心放置在两眼上，使对方有温热的舒适感，重复操作3至5次。对于用眼疲劳、视力不佳者，可多做几次。第六步，疏通经络，用两大拇指指端沿头部经络线依次点按，自头发发际前沿正中开始，到发际后沿正中为正中线，正中线旁开一横指为第二线，自额角处开始，平行于正中线至发际后沿为第三线，自太阳穴开始，绕耳廓至发际后沿为第四线。如遇痛点，可适当做局部的反复弹拨，轻重以对方能忍受为度。第七步，梳头制发，两手食指弯曲，从前至后做梳头的动作，重复操作5至10次，此动作也可自行操作，有助于缓解各种头部不适。第八步，双明天鼓，两掌按住双耳，两手放在后头部，用手指轻敲耳后头部数次，两手放松，再反复上述操作3至5次。第九步，拿捏接紧，接紧穴位于接背处，接外侧端与脊柱连水平线的中点，用大拇指顶住接紧穴，其他四指轻扶于接前，用大拇指相对用力，提拿起整个接部肌肉，一拿一放的交替进行。第十步，整理放松，用双手掌根自颈肩部向两侧沿肩部、上臂、前臂的路线轻推数次，以空掌轻轻拍打肩部及后部肌肉，整个头部的按摩就完成了。快回家试试吧。你知道吗？按摩是中国最古老的医疗方法。